抓到了。好可怜，我只不过是看隔壁的直播台在捉鬼而已哦，对，我忘记说了，感谢卓越的100小金点。嘛。我有看过去，我就想说，奇怪，房间怎么没有出现？该不会是在跟朵兔啊他们抓鬼吧？看一下没有吧？然后我看到右边一整排的大树的游戏日常，什么鬼？没有那了，就不要再讲，不要再讲。我看到左右边一大长长一大排的那个聊天记录啊，哇靠！哎呀，没有啦。哦，抓到了。高级调查员三转了，好扯哦！好扯哦，黄金。你都2转50了。就我跟奈叔是1转，我跟奈叔自己猜，我们真猜。没有，你们平时私下没有在玩是吗？啊，我空我有今等天级啊。好吧？我昨天才找到什么2分钟听所有鬼的脚步声，我听不懂。你也是在滴，你专业滴滴，没错了。谁滴滴？那个小明啊。笑小明也是专业滴滴啊，然后他滴的都是我推给他的。晚上好。笑死。感冒了，而且帮主播们增加多一点观众啊，好。我竟然闹钟设是早上10点，啊，结果刚迟到了。噔噔噔噔噔噔。枫叶盒。嗯。客厅没看到灵球。准备好300小地点，用了100还是200？冷静啊，我这里没有收到公轨、啊。你要丢地址那边啊？要丢这里啊？什么东西？我昨天才跑完。我昨天已经把这个月的补完了，上个月的补完，说错。拍照。啊，我又忘记戴头套了。你忘记戴套了，我不理解。像你什么时候可以？好奇怪。可以讲是戴头灯。头套啊。头套就，我每次都听到你，哎，哎，干嘛？玩门。这个门，走廊，走廊，走廊，没头套，有头看套到。就每次我就觉得是那种抢劫那种头套，包套住可是头那种头套。有个人就说很奇怪哦，那头套就很奇怪。他就头套啊。这地下室吗？对，地下室。车库没有看到那个电子啊。他是拍窗。通灵盒是吧？奶酥，等开灯吧。地下室没电闸啊？电闸修过。哦，已经开了是不是？对。你在灯底下吗？骗人！81、80、75、76、74。73、72，有点不像。73、72、70、69，嗯，六十七，有点摩洛伊呢。摩洛伊吧，那个65了。摩洛伊了嘛？怎么可能降那么快啊？你63、65、66、60、60、60，摩洛伊了，摩洛伊了，把任务解一解就可以结束了。这家主猎鬼照，找到你了，摩洛伊。主猎鬼照，我爱修。鬼照，鬼照就用那个。我走。延彩了吗？还没放，刚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我应该刻要彩个人。当然啦，你别，不然你就变零了。开玩笑，不嗑药你就要变零了。进去上来一下50多了。
三张。等一下不回来了。哦、你嘉义人啊、哦？今天不会。嗯，什么东西？没有，今天我们全台就只有一个县市停班停课。其他主力，学校主力。哎、欸，对耶，我们用那个八音盒拍鬼咒的同时，它直接煮，不就一举两得吗？应该可以。嗯，可以啊。那你们准备好那个圣木，也准备好圣木吧？我觉得。还是哪里躲？车库，车库。嗯嗯。那如果主裂的话，那不用躲，没关系啊。避免失败啊。所以我圣木还是要拿。嗯，拿一下会比较安全。我说躲的话，那还。我的理智还算高，所以它可以用很久。我怕的是它直接在我身上出现，你知道吗？不会的，不至于。如果我在这种身上出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凉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确定你要站那边？我要用了。好。喂。嗯。兄弟啊。有吗？有拍到吗？哎、欸，救完了，救完了，救完了。有拍到，是这家的主页了，结束。这三级真的超好用哎。对啊。耶、yeah, ，结束。太快了吧，才几分钟。哦，很清楚我的照片。摩洛伊，走。摩洛伊，我理智还有六十多八仙呢。我发现啊，你混。我刚刚没有看到灵球啦！等我一下，我去拿个水。我刚刚是没看到灵球啦。双能力四次。啊！菜渣他今天在念书，所以他没有开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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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好像是我的，是不是？对不起。嗯？什么？你的？初级收音器。哎，不是，是我的。我的吧？哎，对，不是我的，哎。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啊靠呀！我按错东西了。啊！我把它出售了。哎，没事啦，块钱而已。哦，到出售了。不是哦，昨天跑单人了。嗯。哎、欸，对啊，跑单人，所以就带这东西哦。然后我按到出售了。快五十等了、欸。我要等他修好那个营地的 bug 啊，修好了我才能继续刷等级哦。那营地不用修好，营地就没绕就好了。我不会绕啊。进去，然后左边那个桌子。大佬，用石碑啦，然后放两坨盐，放两坨盐，然后停脚。不是最新的恐怖游戏，不是哎、欸，不是。你是大佬，我不会。不是旧的更新。啊，对不起，我真的好像真的是感冒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感冒该有感冒的眼睛对不对？我看一下啊、哦。奶叔不走吗？这个好，等一下。我只来溜一圈的，所以晚安，拜拜。准备上楼。好，一鱼拜拜，晚安。李光光，早上好，早上好。明天。嗯。Accordingly before 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 Maybe using it will help your investigation. Oh, 不下雪。
马楼牌，看到。大厅没有灵球，客厅有一半看到没有灵球。我还以为是全部黑雾的。天，没有啦，是雪天，上一场就雾天。对，下雪。下灵球，Snowy day，不喝好热爽爽，水哟。我喝很多水浮才去夸的无睡。休。哎，不是最好笑，真的是我设闹钟是要设10点起雾床，天的话，我要说一个你在天堂，结果你在是天使我城，设到早上十点，我是做梦梦到我迟到了，走就吧，真的迟到了，然后再白见。痴。有啦，我有喝，我有喝。累死你啊！是魔镜。哦，三周没进去，不是音乐盒，我想试魔镜哎，不是魔镜，然后人太好了吧？李光光，果冻慢慢，我再试一遍啊，就可以读。我忘记下雪了，我想说我看到那一只秃鹰，就是通灵管，早日康复。没，你们应该希望我恶化，我恶化的声好音，的。感冒啦，感冒恶化的声音很有磁性哦。哎，洗衣房有骨不是头，同龄粉，感觉在这洗吗？衣房有骨头，有可能在这2.8，有点过分低。哪里呀、啊？你在哪？那个三间房左边那个，正常不要叫吗？我叫楼上，还是楼梯顶？哎，这里那个电闸，电闸里面有读一在这。下，这里，这里刚读了一下。他们两栋，我现在就白痴，外面也两栋，要拿这个很再游找回荡来。吧？对，哎，我们那个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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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大门大门，这个，没指纹，没指纹。没指纹，那应该是在这个房间是不是？嗯，因为你打开好，门卡。哎、欸，开灯！他开灯不是梦魇。好耶。鬼房在里面还是这里啊？对吧？应该都算一个房间吧。哦，好哦。那里面要放一个十字架。看一下地图，这张叫……你要找什么东西？这间。感谢贝尔的订阅。我晚点再拉你进群好了，因为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我的那个小帮手没有空帮我拉了。放了什么东西？平均69。我不知道动什么东西，他有。这有点少，好像有点少哎。证据目前还是零，对不对？是的，彩岩，彩岩，用紫光灯照一下看看啊。没有零，那就不是黑胶。哦，那是给你拍，我也有带。就两个吗？就只有才两个，就才。哦，那三个在那。开个灯哦。好。安通人玩完了没？那里啊，我玩的没有。那里啊，那里啊，
在哪里啊？不知道，看不到，看不到。那边，我在后面。我不要随便拍，我没那个任务。拍到了。没那个勇气。拍到了，太狠了。对。太狠了。可是看不到有没有鬼。有啊，有一个尸体啊。没有，我这边看不到。我这边看到的是你在拍天花板。我这里看是有一个尸体啊。我这边看到这里拍天花板。第一个鬼魂世界是秋花，有机会是女妖这样子。就比较像推理类游戏啊，就蛮喜欢的啊。没有到很强，但是就只是喜欢玩。李智，来给我给我吃一下吗？那什么相机？满了，好。哦，56，少了。啊，烧了吗？烧了，烧了，烧了。早裂，56。早裂。昨天把不是早裂的木挖掉。有低过50的只有 A 档了。对。所以如果是女妖的话，那有可能是 A 等。A 等嗑药 ，A 等。刚才是只有我跟凡子在里面，嗯，可是只有你是50以下，对，我刚达标，走喽，我就先不去了，没错，欧尼欧。尾七，炸灯！炸灯！吓到我！嗯，这是错了。跑森林树来了，你要不要跑森林树吗？森林，可以账号给你。你怎么丢出来了？范围够吧？够够够。对啊。可是你这样一丢出来的话，那里面就不一定抱得完了。哎，等着。点赞。好了好了。女妖雷魂差耶。好像可以听脚步声的这样子，烧了吗？哎呀，是的，烧干了，烧，烧烂了，那就不是女妖啦。电闸也关了耶，那就不是女妖啦。如果烧了的话，那就是诧异或雷魂了。听脚步声。哎呦，去关，哎，不用关。啊。整个猎杀，反正我们也要整理。他炸哪里啊？炸房间的吗？嗯，对方的。大房间的。你干嘛？你要死了。来来来，快点！差爷，考了他上二了，我灵魂吧？哎，对，楼上速度是慢的耶。对啊，海绵海绵，真的吗？我直接冲进他脸上点他香。声音感这些我收起来了。这样子，他如果走过来，他的速度变是常速的话，就确定是雷魂。哦，手电筒有收吗？手电筒是我关了。Okay. 为了烧香，还要等你一分钟。嗯。只要你们没有在其他附近再放其他的电
电子设备就没有问题。哎，刚刚门口那边有一个声音感测嘛，我收了，我丢了手电筒，我也关了。那台上楼上，我就听到是长。我也是听到好像是常数，但是不确定有没有可能楼上有 bug 之类的，没有办法肯定，对不对？哇操！等一下，老师你是耶，扣我们理智万岁！没有十字架，我们手上没事啊。我说拿出你十字架，哎，等给你啊，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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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你赶快把十字架拿过来。几分钟了，现在？嗯，几分钟了，没有在数吗？好了，我去拿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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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要去了。哈哈，过一段时间了，其实还好。现在平均多少？还是32。哎、欸，我们可以搓娃娃。我在门口啊。对啊，我在门口。搓一下吧。谁搓？我搓了。错啊！两针，三针，应该是大叔错吧？他不是理智有吃药、哦。五针，一等30多。哎、欸，好了好嘞，一点个发现就零了。好嘞，哎、欸，来来来，中了吗？戳到心脏了。戳到心脏，可是他不过来啊。来呀！很快，很快。Hello 。一直都很快耶，对吧？他开嘴巴，他开这个，他开这个，没回来。正常正常，那个那个，他开在一直在鬼房里面绕。嗯，我今天才把我的，是啊，因为他要过一阵子他才会、嗯、结束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没有，还在喘息。嗯。结束了吧？吗？我听到传信，没了没了。这是诅咒的吧？对啊，诅咒比较久。你怎么把娃娃带回来了？你怎么可以把它用完就丢了？这渣女！哦，你好渣！当然用完就丢啊，这东西。好了。你好渣，我禁止。这东西当然是用完就丢啊！诅咒道具呢？待会你带着诅咒回家，太可怕了。你姨妈来可以至少帮你定一下。我的妈！Hello， 我才不要嘞！听起来好可怕哦。Yeah. 没有，我以为我那个我拉肚子是因为变天嘛，我只要变天就会容易拉肚子，可能就是那个肚子去赶那个就是，可能就是睡觉没有保护到肚子，这样就冷到。就这两天，因为我一天大概只会拉之前2到3次肚子。爸爸，哎，等爸爸。就这次拉肚子拉了。一天就拉了超过10次以上了。你88，爸爸，我就知道啊，完蛋了，应该不是普通感，爸爸，应该不是普通的凉到感觉。挑战模式吗？是吧？啊？什么？我看道具是挑战模式呢。对，为什么道具是挑战模式？对啊，所以我说挑战模式吗？
为啥？难的？就挑战模式使用免费提供的特定装备，祝你好运。他这次挑战的装备给都是高级货。啊，什么挑战装备？我跟你讲，我真的感冒的声音，就是会有咳嗽，就是鼻音很重的咳嗽、打喷嚏那种声音。哪有挑战装备啊？那时候的声音，一大堆人超爱。装备显示挑战。呵呵呵。哦，应该是我还没出来。原贝猫早安。这样你也感冒是不是？九口九口。发现什么时候已经三星了？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是三转一灯了。太狠了！刚刚不就讲了吗？对啊，三。我就说我空有等级啊，我连脚步声都不会听啊。我晚点贴那个两分钟听完所有鬼的脚步声的。啊，我看我听一般鬼的速度听习惯了之后，突然听到那个软魂的主房鬼之后，我说靠腰，太像了吧？然后突然又是副鬼的时候，干也好像哦，完了啊！一般鬼的速度怎么一样？完蛋了，听不出来了。哎，他只是快了一点，跟慢了一点。对，就腾腾腾，就一秒踩两下的那种速度。他说腾腾，啊，好辛苦哦。都是维他命。听得懂还是大佬好吗？现在去各大台看人家怎么抓鬼，每个都说繁星大佬，我说不是。积极撇清，繁星大佬。我说我只是爱玩，不是会玩。一个安安，繁星大佬啊，就那个蝶儿，他也很夸张，他明明就比我还会玩。哎、欸，他说魅影的技能是移动娃娃或是移动一些小东西、欸，哎，啊，不是吧？对啊，我记得是直接顺到你身边给二或五级的 ENF 不是吗？对啊，对啊，但他给我的那个姿势是那个他是会顺一个本不该在那边的像娃娃或是餐具。我说嗯，不是吧？我像哪里看过这个描述类似的讲法对不对？我以前也有看过，可是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应该是以前的那个是。好像恶魔以前也是啊，恶魔以前是恶魔以前会瞬移啊，不是不是，恶魔以前是你使用诅咒道具，你这扣比较少。用通灵盒吧。召唤阵，召唤阵。哎、欸，这里车库，车库，车库，车库。哦，有，我看了图片了，看了图片了。召唤阵呢？有的呢。然后我没看到电闸，还是电闸在？电闸在车库。电闸在车库。开了，开了。我现在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带着三级的运动感测器出来找鬼，不超好的，感觉好像在这里去放一些。老师有吃药吗？没有哎、欸，老师不喜欢吃药，而且不是老师啊，靠药。隔壁他也没有要想通灵盒，那应该是真正的老师在前面啊，为我指引前方抓鬼道路的。挑战是不是会给很多诅咒之物？不是，会给一初始道具会给预设的。他动鬼门。对。像哎、欸，采烟。没有。像前两个礼拜的。铁环妖不是。前两个礼拜的那个任务就特别难解。英雄我刚没看到，但是可以再多看一点。哎呦天！没有通灵盒吧？怎么有人口音听起来像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有啊，来新加坡人讲话，马来西亚人讲话。嗨，你好，晚上好。对，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我是不。你今晚有两个啊 ？EMF。哎，今天的挑战是有两个诅咒之物哦。二级，好，挂了。因为我今天看好像固定给魔镜，是不是很好找鬼？靠腰啊！嗯，还一直补补补呢。有人要拍照吗？嘿嘿嘿！哇，那个很危险，那抽烟。耳朵没问题，那你真的很厉，很会听哎。好暗，好暗。
我丢东西能丢吗？还是只是滚而已？没听到。哦，今天一个人在玩的时候，在婴儿那个什么第那个左上的那张地图婴儿房，我就很安静的在玩。突然，我前面的积木全部炸开，吓到我了！他妈的，他妈的少林，65，1.5，1.6，64要收音器，鬼少逃命，2.3，3.3，4.0。1.2 3.3 1.9 又完。我先刻一个好了。嗯，那个收音器，哎，等哪里人？马来西亚。啊 nice 嘞。香港。香港。嗯，那个嘞，老师嘞？老师也是马来西亚。嗯，不讲话欸。你是说 Aiden 老师吗？ Aiden 老师，两个都是啊。Aiden 老师，镜子才是老师。Aiden 老师，镜子甚至是我的老师。Aiden 老师，哎哈，哎妈呀！感谢追随，感谢追随。被哈，被哈。你说白雾哈追随你吗？不是啊，哦，我没有被鬼吓到，我被追随吓到。哎、欸，点阵。啊？哎、欸，点阵。你们没看到吗？好，玉林，玉林吗？讲话了，再多看几次。我刚刚讲说一直没有看不到，不看看点阵。有动门，确实很可能诶、欸，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车库里面活动而已，没有什么出来、啊。玩，我目前是四个人玩。对，四个大佬带一个醒梦星。你也不是多了一个人，只多了一个。我令你二每一天半年。多了一个喜欢课后狂写作业的学生。嗯，你刚刚说四个大佬。哎、欸，不要进去哦，进去那个玉林就不会走点阵了。抱歉。哎、欸，是吗？玉林不是只会出现在那个吗？机器上。他只出现在摄影机，而然后呢，点阵的部分呢，就是如果有人在里面的话，有人在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他走点阵的几率会降低很多。哦，还是要离开。他还会走，但是降低很多。嗯嗯，所以要等玉林，因为点阵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好看的，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要等玉林的点阵，你最好就是人都不要在里面，让他更高的几率去走点阵会比较好。还是要看你的这一台。哎，变身，我叫坏蛋了。他在后面现身的那是。哎，他离开鬼房哦。他在钢琴房现身。因为现身的关系嘛，强制移动，很满。不不不不不。哎，有了。走走走。点阵点阵。又有了。什么都没看到。啊，怎么都没看到。好了好了，解任务。1010，逃脱猎杀。嗯，八音盒。没有召唤阵。哦，召唤阵。召唤阵应该没有办法打吧？除非你把那个十字架丢在上面。没有，不是要打逃猎，不是要逃猎吗？嗯。要逃，不是要打。感谢无名的24个月。我想离职多少？64次。我刻一下，搞一下，我刻一下，刻。我刻了，我去点那个召唤阵。我陪你点啊，我点一个啊。OK， 就搞一点。一个人，两个人，上楼梯门口站一个人。是不是关电闸？是是是。关电闸。来了，我来了，开了。要躲哪？楼上三楼吗？还是隔壁？先点地面吧。保个命。心虚傻眼。我其实很不相信召唤阵了哎、欸，每次点我都是死哎、欸。对啊。我点完了。好好好。啊啊！等一下，准备了，剩最后一个。这个是一根。没事。
没找到哪里可以躲。我一那个鬼那个啦，召唤阵旁边可以躲。好了，躲好了，躲好了。你在哪里？二楼。二楼的哪？柜子。为什么看不到啊？看到了。我们在二楼上来左转第一个衣橱里。好了，要给他看到吧。有啊，他刚才立的时候在他面前在面前站了一秒。哦，他到一楼了，上楼了，下楼了，跑去客厅，又上楼了。哎，没有没有，他又跑，他跑走了，结束了。有，有任务解了。我特意在等他立了往我面前走一秒，才点那个响的。要先在预定。好。00。对啊，零。我是希望他把这个雾的改淡一点。不然都看不到幻影或是幻妖。今天永明没出现，奇怪，好奇怪。玉林是场书，对，玉林是场书，没错。哎、欸，邓老师。啊，什么什么老师？我这比他们好多。奈斯老师。喵喵喵喵喵喵！那你肯定直播是不是没降噪？谁？我什么？我听到你那麦的杂音了，没直播。哦。没叫。头灯哦，头灯哦，噪音，头灯哦。嗯，老师谁老师 Adam 吗？老师们头灯哦，老师们，我那个门一定不包含我啊。T 犬加 S， 因为我杂技意识是有开的。哎，塔罗牌啊，哦，进去直接抽。那你还没肉？沙发可以躲。你是好啊，来抽卡，躲躲，我躲喽，还没肉。店长不在车库，关灯，关门。车库这里面可以。钢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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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有活跃。楼上，楼上，楼上，楼上丢东西。哎、欸，那可能是楼上啊。那就是他补啊。哎、欸，可是哦，可以哎，那就在楼上。很肯定在这间。好，左边。在我面前丢走。右边。右边吗？右边，这里哦。这房间的、啊，他在我面前丢这个杯啊！啊，我刚刚在钢琴房的那个哎、欸，啊，他经过嘟了一下哎、欸，哎、欸、真的哎、欸，玩鞋子哎、欸，嗨，用一下动力盒。好，我离开了。嗯，电闸，我进来了。
吹灭火光。我刚看没有看到灵球了。哦，你们喝没反应是不是？真的是这吗？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对不起。有土烟吗？温度蛮低的，里面。那进来一点。嗯，等一下，我需要点温暖。我觉得不是这哎、欸，你怎么觉得？外面怎么九度了？啊，外面怎么九度了？对我，因为我刚刚如果是那个通灵盒，不，这个会上下侦测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哎、欸。里面十一十。走廊吗？地闸有开吗？地闸没有。哦，外面变17度了。那应该还在那个房间呢。外面17度。没看到地闸。北房10度左右，对，就还是这8度了。我刚刚听到嘟。嗯。有。没有，紫光，没有。现在开的。OK。斧头还没找到吗？采盐了，没有紫光。斧头找到了。啊。九度，哔哔哔。哔哔哔哔。68。明明有玩一个证据到，可是我们却一直都找不到证据，什么意思？嗯，玩什么证据？就是明明有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常常都找不到。跟玩零证据差不多。要拍照吗？嗯。我要先去拿圣木，想找怨灵吗？哦，我已经放那个灯，那个火光上去了。这应该是灵阵。哎、欸，给我，我拍。这里没灯的吗？是暗的。哦，他踩出来了。自己灯，这个。哦，这里的。所以呢？来吃吃安安。我突然想到，我如果感冒后，我的声音会变成气泡音，然后超低的就可能，李聊李光转，大概是这个声音，然后八度空。感谢李光的追随，早安。类似这种，感觉就在一个。是不是又是雨林？我觉得有机会。你也是拉肚子哦，哎，你知道阿静也拉肚子，虽然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跳闸吗？在地下室吗？还是在钢琴？第二次。好。嗯。第二次左边最里面。你这是不是有一点小地啊？哦，开了。58%的呢。开了。哎，等来给你。前几天才听到一堆人说讨厌气泡音。嗯，哦、看人呢、欸。有些人听到气泡音会觉得很痒。好像搬到走廊啊。哦不，那走廊有够大的呢。几度？变七度。10度了哎、欸。外面有8.9度。
过分、欸。不确定的，不太确定。哦不，外面都八九度了。哦不，可是里面也八九度。所以不喜欢他走廊啊，他走廊超大、超长一条的。这到底？嗯？嗯？有什么？大灯？大走廊？大灯？大走廊？大走廊？第一个鬼魂室是炸灯，小怀疑梦魇。不像恶魔。温度计没用了，差不多。放外面。好吧，好像有寒温吧。他直冲繁星啊，繁星，他飞过我哎、欸，他飞过我头上哎、欸。直冲繁星。喂，笑死！我没事啊。哦，烧了，烧了，48。哦，可恶，可恶的。看着白雾从我头上飞过，感觉挺像强烈。嗯嗯，正常猎杀，怎么？写个字呗。你在这里吗？他烧的是哪边的？我靠近门口的，靠近房间的。为什么房间的离子这么低？嗯，我都没吃，我都在里面。没有啊，那次也一直都在里面的、啊，为什么你们离子差这么低？他刚刚也被哈了。哦，我又哈了一次。零了。开门。哎、又烧了，北七哦，又烧了，先回去了，不要浪费。哇！哇！广播啊！喂、欸，任务解完了、欸。可是我还是没看到点阵，没有鬼，没有鬼，没有证据啊！我们现在，而且也不是有寒温呢、啊。对啊，下不去哎、欸。这种死都测不到证据的感觉，有机会是 EMF。我只觉得有机会而已，笔记啊、oh. 点阵啊，还是有可能。寒温其实不太像。他都没有到一，确实，他都不到一，不太像韩文的。我讲真的，听裂吧，我觉得。开灯聊，送你们一罐盐。留下好了。我客厅。我是神。这房间吐烟欸，北七哦。温度计嘞。我现在碰到48了，烧了69 59。哦，我好烦心躲那里，好狠啊！狠吧。哪里呀、啊？鬼房，鬼房，What？
如果他没换到走廊的话，那就是鬼房。所以猎杀真的会有到 EMF 5吗？不一定。哦。猎杀的时候，他那个 EMF 就是一直乱跳啊。对啊。对啊，就是因为他会乱跳，所以炸了是不是？嗯、是吗？没有吧？嗯，怎么了？哎、欸，炸了！哎、欸，好快，好快！很快吗？超快，超快！鬼房超快！他下去了，听不到了。很慢，很慢呢。寒魔雷魂吗？寒魔雷魂魔吧。这个速度慢是慢的，它不是常速。对，那、啊、你们楼下，嗯，啊，还是等下再把电器都关掉。偏慢了，我等下把电器关掉。客厅啊，如何？不用管，因为客厅也有个声音感测，如果是雷魂的话，它在下面也会加速。哦，好。而且我还在客厅那边丢了一个。结束了吗？结束，结束。嗯。寒魔呢？死都不给寒温哦，这个。他可能换来换去，然后那温度一直下不去。嗯，有可能。不可能。等下看一下他换几次鬼房。楼上我是听不到，我听楼下他是速度是慢的，大概 1.4、1.5 这样子。好。九。寒魔。白痴哦 ，MVP 闪退，哈哈 ，MVP 闪退，对啊 ，MVP 闪是寒魔，寒度换一次而已，我不信，我才不信。与门互动八次，对，关电闸两次。嗯，你才不信！我真的不信。好呀，你说。啊 ，Go Go！ 嗯，哦，对，他确实，他刚确实很常关电闸，不是吗？两次而已啊，两次已经算多了，有些鬼连一次都不关的。我这个调皮鬼也会关电闸，傻眼，不要装鬼好吗？我刚好像跟 Aiden 同时按那个头套，然后我说：“哎，奇怪，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没有拿到？”看一下，真的是没拿。手工清先。好像。买好了就进去。好，走。开个冷气。好，等一下再工具间。不错。啊，工具间不能躲。开门门。哪里？这个门，就这个门，就脸上这个门。嗯？哎、欸，那鬼怎么没有嘟？哪？大厅那边的门。大厅，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鬼房在哪一间。温度，这里吧，四度这里。哦，吐烟的，吐烟的，换吐烟的。哦，里面是吧？换个书，再看一下温度。五度没错，
那骨头不能拍啊，他在那个。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哇！陷阱。看到一。那鬼房又占了一个多点了。那个不叫骨头，那个叫做陷阱。哦，这里也可以躲，勉勉强强。客厅可以躲吗？大厅可以躲，说错。好像是丢东西。哦，对，他丢东西有 EMF。那我在楼上。好吵。彩岩，彩岩，彩岩。没有没有，又丢又丢，很烧很烧，把东西都丢鬼房啊，兄弟！抱歉了，哥。哎，没找到，没找到诅咒。你说拿东西丢鬼房哦？诅咒搬一盒。哦哦，我有拍到吗？哦、对，我有拍到的，看我在干什么。巴西。海盐。拍。拍。拍拍。好，摄影机。嗯。温度计3.6 2.6 2.8 他关电闸哦，我说关电闸48不知道证据的时候，还是先测一下怨灵好。平均67。目前还没有出过鬼魂事件吧？嗯。哎、欸、靠！我的相机刚丢。啊，没拍到，气死人！没拍到哇！炸灯是吧？刚丢掉，想看温度的说。1度。太帅了吧！这个多点什么时候收到的？那什么意思？我刚刚用的。哦，很热很热，为什么一直丢？哎，不是，我靠！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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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m 给你药吃一下。我出来吃。你真是惊死！我想说进去找你，要给你那个药吃，不然这对应该零二都是牙西郎，真的是。我是对他不敬啊！我拿打火机烧他脸呢、欸，我等下就要死。笑死！68，一点多哎、欸，下不去哎、欸，加一下啦。有在拍窗户。哎，可是 EMF 3。去完了，什么也没有，总共也不给，63、62，丢饮料哎、欸，在丢饮料、哦，他觉得很好，他觉得很好喝，他喝完了就把它丢在地上，他随手把它丢在地上，好哎、欸，那我要去拿可乐喝了。那你可乐是感冒糖浆，所以喝感冒喝可乐很合理，对吧？这是假的，对不对，安妮？哎、欸，点阵！我等一下很露眼。哎，终于啊！终于有了证据了，太棒了！哎，点阵玉林，拜拜。什
山，鸟雾影。雾影，拜拜。有女妖哎、欸。女妖是固定给，哎、欸，不是固定给。女妖没有固定。好，魅影，拜拜。啊，女妖需要妖怪啊。哎、欸，刚刚有关门哎、欸。有可能是我放东西而已。哦，好吧。那、啊、你干嘛在外面？平均给你二。平均六十多。有停电啊？停电吗？去二楼放一个。你刚刚有拍到鬼，拍到鬼照吗？有，有啊。他没消失，对不对？没啊。好。OK， 那没有幻影了。嘿，白雾哈是上一场。到现在唱过一次歌，炸过一次灯，不太像是鬼，他都不哈。真蛮活跃的、欸。蛮活跃。差耶！这个理智，好了，他应该变老爷爷了。我们一直待在鬼房，他怎么可能不老？如果是炸爷的话了，我们一直待在鬼房，他怎么可能不老？妖怪会必定给通灵盒吗？不会，对不对？没有，不会。好，来，我去跟他讲讲话。哎、欸，可是我在里面有狂讲话哎、欸。不，本来就不一定啊。他那个早猎，现在没有药效。他早猎本来就是很，我觉得他早猎本来就是几率就是很低。欸、我今天自己早上一个人玩的时候又触发过一次哎、欸。你真会触发、啊？是不是？他就是要我死，关掉，好死。等一下哦，来。真要关灯吗？靠腰，我刚刚关掉了，他又开，吓我！哎、欸，白那个没形体的，好像哎、欸、不对，有脚步声哎、欸，没有，那个是实体哈。我怎么没看到人？你可以看不到啊，反正它可以是暗影，它可以是透明、半透明，也可以是雾状，它不是白雾的就好了，白雾才不是赤鬼。对，你们刚好看繁星被扣多少八仙吗？怎么可能？我没在车上，一点已经不见了。靠，他哈我。十左右。那不是鬼啊。关电池啊。要去你？哎、欸，为什么关门了？不知道，我总觉得有机会是女妖哎、欸。那你这多少？五十了吗？四十八，四十五。那我的理智多少？三十一烧了，看来是长烈吗？哎、欸，他自己又开电闸吗？要么长烈，除了我以外，有人是五十八线以下的吗？繁星，繁星多少？他好像是烧外面的，我在外面啊。三十四，我要进去了吗？不要不要不要，繁星不要进去。现在还有几管药？三管。三管。
我在想我要不要出去。来了啦，不用怕啦。十四了，我剩十四了，这么快啊？对啊，你一个 shift 的距离好不好？三秒钟。门是开着的吗？开着，我刚开的。哎、欸，没有，对不起，他刚从车子看到停着，笑死。哪里？一个绿绿的影子。来开会讨论，就是，我们嗑药啊，换人进去搞。搞，你说女妖哦？对啊，测女妖。反正要嗑一管，我嗑两管，正好刚好用完。爱迪尔，原来是被他们带的。刻了刻了，哎、欸，有没有发现你不要进去了？没有啊，我想要要这你哦，我想把这丢进去而已。哦，现在是 Nice 跟 Eden 进去里面比。哎、欸、咻！要蹲你一次也可以，要去看情况也可以，反正就是你们要待在房子里面都可以。中塔后面是可以躲的。你走到我那边去，这个剑甲需要开吗？嗯，不需要吧。你们怕暗的话，就拿一个这个蜡烛去放啊。这个提灯给你。它换出来的感觉。没有，还在里面。刚点灯又在里面走。你怎么进去了？我是女妖的话就，我觉得不像雷魂呢、欸，他都没长裂。不着力啊！这位先生不着力。哎，不对，这位阿嬷不着力。平均五十五。来了。唱歌，哎、欸，好了，开始。不是，这个是哈气。完了，哈我们。哎、欸，我只看到平均突然扣了十而已。等一下，伊藤，你先点喽，因为他裂了吗 ？OK。有问题，你往楼上跑，是。平均低于五十。哎呀 ，nice 二一。哎、欸，他在门口哎，干嘛？大针。骚扰。我刚刚看着他。四十二。骚扰那不是你要了的。四十二，挺强烈的，觉得不像雷魂。啊，对，来弄个赌盘，解释 mode 模式。客厅、大厅的实在已经烧光了。喂。
四啊，五。你开麦有啊？我有开麦啊，只是我没在讲话，我在听，我一直在听。又烧了，又烧了，又烧了。对，又烧了，那就烧房间里了、欸。对耶，烧了，剩下一次了。这是啥？烧零。所以剩四个。可是我觉得不像雷魂。哇，好烧、哦！又烧。梦魇。黄魂，暗影，恶魔，巫灵，还没白雾哈过吧？我没看到白雾哈。哇，我的幽灵的幽竟然是优雅的幽哎、欸，然后灵是那个铃兰的铃，天哪！变，是鬼是鬼，怎么了？是很闪吗？他很闪，他超闪的。可是他只看到一点点的靠腰，不要再破图了啦，看不到啦。玉林，过来呀、啊，是鬼。鬼音，啊，过来呀、啊，妈，你这样子，你走去哪里了？我看不到你了。玉林，我刚看到一点，他看起来超级是鬼的，但是还是多看几次会比较安全。软阿嬷不见了，结束猎杀结束了。软他那个闪烁看起来很刺鬼，你们都出来了，先出来了。我觉得是鬼人，我人世界有点多，那要刺鬼呗。好，全是鬼，后面拍一马。不赢。Okay.25也截到了，好巧，好神奇，这怎么截到了你？好诶、欸，好久不见的实况预测，来下一场的鬼。我刚刚就是故意在门口等，我想说他猎杀的话应该一定会经过门口，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就看到他的就过去，超级快的那个闪烁速度。54等。关心，怎么了，老师？没有老师，老师没有老师，这里的老师只有 A 等老师和奈斯老师。你还是我的老师？你听你的放屁！哦，哇，这个谁的头好亮啊！有法器，嗯，应该是 nice 的。嗯，哎、欸，我有印象，赶快跑回来戴那个头套。好。好了，到底没看到灵球，可以躲。哎、欸，他真的有个 bug 哎、欸，就是跟之前那个十字架很像。我放东西下去，就又回到车上。然后车库不能躲。哎、欸，车库可以躲啊。啊，车库可以躲。这里啊，这里啊，有个集装箱啊。哦，没看到。哎、欸，那你有看魔镜吗？哎呦，我看一下哪里
换是那个房间的叫。哎、欸，大厅好像在大厅，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右后面右边房间，我该看魔镜了，应该是厨房大厅，在这里里面，骨头在地下室走廊，鬼房在后面，我跑到这边来啊，被气了啊，鬼房在后面，对，哎、欸，我该看魔镜在后面，我点哦，软魂吗？哎、欸，我觉得有机会。你看那边在布哦，那边在布哦。没看到。我现在没看他的布。中门中门。但是如果哎、欸，指纹指纹指纹的话，指纹是不是？指纹就没乱痕了。就是引魂骗人是不是？欸、有机会，可是我没看到灵球啊。灵球。嗯，他游荡太远了吧？游荡范围那么远、喔、好了，拆摩洛伊那些的、啊、可怜喽。一二有啊，有一个有一个游荡范围比较远一点的、啊、女妖啊，拆八号的危险了哦。你可以暂时比较怀疑女妖，因为如果她在客厅那边补的话。嗯，欸，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换你，又换房吗？好幻影、啊，不是换，他不是换房，是你，不是、欸，他为什么他 EMF 在奈斯身上什么意思？我觉得现在现阶段如果那个布是真的话，那第一个可能是他是女妖，他在跟着目标，然后他目标极大可能是繁星，哎、欸，是我是我，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他是幻影，然后他刚刚是你。哦，对，目前这两个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相对高一些。阿岩，156啊。我看魔镜了，不要紧。对。来了。嗯，刚看到 A 的，他也习惯性想按右键。想干嘛？啊？想干嘛？就想按右键啊。怎么了？又想拍 A 的照片了。看他要不要睡。对啊，我在等。EMF。还差一张照片哦。谁没有拍过烟？来了。我有拍过的。你怎么看到黑黑的？点那个啊，三级的运动感测器啊，很好用。没呢。不。灵异事件，去上鬼。灵异事件他又不出。诅咒道具是魔镜。嗯。我换腰哎、欸。哎、欸，上次没含摸了对不对？没有含摸了。哎呦，敲到我的麦克风。哦，阿玉林也不会有了，那黑林也没有了。嗯，还有谁可以化掉？没了吧？你和呢？我化了。灵球，没有了。反正现在理智还高，
去拿收音器来听听看，他叫不叫？Hello there, scream, scream. Carlos Winter. 我不要。怎么了 ？Sakurimu. Sakurimu. 克里姆，啊，他说话了。为什么这只熊？哎、欸，你看这只熊娃娃是头向后面的吗？关灯。哎、欸，对，他的头被扭了。哎呦，死这么惨哦！是克里姆。也在车上吧？对，他在车上。我们的理智有突然掉之类吗？80%没有。就那是比较低一点，那是70%。感觉不太像烧令呢。那是跟你差了10%左右。没什么动东西。然后说没有，我最近都会把娃娃带走，没事做带娃娃走。没头绪。你后面唱歌。秋瓜，拍他，拍他，拍他。没有相机。你拍就消失，唱歌换你。换你，换你。哎呀，消失了，换你。照片没鬼。你好棒哦，欢迎你好棒、哦。没有，他本身已经消失了，他本身消失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换你。要猎杀烧香。自己啊，拍人消失，然后还在唱歌，基本就换人。嗯，你切他歌还硬要唱啊？十字架，十字架。我搬走了，我搬走了。都没了吗？烧尸点燃熏香。房间里面的那个我还没拿走。我没看到。哦，看到了。诅咒猎杀，哦，所以刚刚真的是暗影顺到我这边来，幻影，我觉得是，哎，够了，够了 ，I want to play again， 看一下，没有人再换你，全部丢水沟了，好喂。我猎杀咯。你可以弄啊，你只有你在里面哦，你要烧它哦。OK 吗你？突然有点害怕、欸，就有点暗、欸，想开个灯。电闸是关的。对啊，我想要油灯。来，油灯。那我想要你陪我进去，没有啊？我来，我来。耶、yeah, ，裂了。嘣。把他引过来，然后烧他。Oh, here。哎，他听不到哎、欸。他点吗？有。Hello。
刚刚看到你朝他朝你的躲藏点走的时候，有点吓到。我也吓到了。好，结束了。哎、哦欸。那我说哈，该不会你躲太慢被他看到了吧？不是，我中途还开了一下灯，又关了一下灯。哎呀，都是假的，那么躲那么躲。你有时候蹲下，不是胯下会亮亮的。那你好了。不是熊真的好恐怖哦！哦，就头被转。Welcome back。解锁了550块，使用过两次能力。99的运动感测器要74等啊！啊、我最喜欢的运动感测器要74分啊！对，结算结算，爱是欢迎，欢迎在哪？第一个没有人猜，好哎、欸，有水沟了，爱茶的安安。终于可以回收你们的硬币了，你们的点心了。也好死。本来想一个一个打，可是它太多了，我就不好玩，这样还比较好一点。一组一组的。我觉得或许明天教主就去世了，不可能。教主头晕晕的。晚点要继续再看安妮的影片了。不是，我跟你讲，他那天骑马的那个影片真的太好笑了。还有那啥，这个。没有，我有带，我刚一直疯狂点，我发现我点不上去。大厅没有看到灵球。餐桌没有。扔到了。走吧。走吧。哦，破图。哦不，客厅不能躲，不是大厅不能躲。检查不下空气房，空气房可以躲。通灵板，蔡玲玲，今天在忙 ，OK， 没问题的。我扫地机器人哦，天啊！店闸开了吗？没吧，可能下关楼。我去楼上，二楼，没到阁楼。没有阁楼啊？有吗？二楼，阁楼。有人甩我们，有人甩我们。没有，蹲着我没看到。我没看到你蹲着，我说奇怪，我关上去的瞬间，我怎么看到有一双在发光的脚，那鞋子。被甩门了。哦，我是在见了走廊，二楼走廊，二楼走廊九度。啊，来了。对，应该是走廊了。东西，动东西，动东西。他动风扇，动风扇。有点难测的走廊。溜走廊，按、啊、错走廊的话，我们可能要离开。嗯，哎呦，那个是收音器吧？收音器，不是，通灵盒。哦，通灵盒哦。
好诶、欸，那拆恶魔的拜拜咯。看椅子，看椅子，看椅子。来，71、67、69、67、68、70、69、71、69、68。贝利安安，不是不是不是摩洛伊。好了，让他传。让他传。哎、欸，怎么烟没了？那我就不拿了。我拿那一罐。OK 好。有怨灵。不吸我。先拿一个过去。哦。哦，你很会放哎、欸！太了，因为一开始他是在那边碰风扇，哇，吹是吗？今天太死了，所以没拍。OK， 第二个拿来了。好的。嗯。我右传一直。嗯。这有灵球吗？没看到灵球。我再拿一次。看一下那个半空，然后看一下啊，那个像有我有看半空，可是没有看到。那是不是只会 nice 啊？也有可能还会单人。你们那边很多人。嗯。上面两个人，应该回单人。刚刚你们走开，他才回。那他去那个，这个后面是不能躲，对不对？不能躲，对，能不能躲？他少一块，对，那都要躲哪？储物间。哎，有，嗯，没办法，憋在储物间，不然就这个冰箱，真的吗？这可以，哎，可以耶，这冰箱好厚，但是他这在这边一回头，他又看到你阿嬷的冰箱，欸、真的哎。有时候可以躲死角啊，但是躲死角的话，真的是很看运气。没，在角落。要拍鬼照吗？鬼附近用熏香，我来了。欸、不要好了，现在不用。不要，不是幻影啊，不是幻影。嗯，怎么不是幻影？哦，我刚拍他啦，不是幻影。一，你是多少？哦，你和你，摩洛伊。所以梦魇跟怨灵已经可以列了。秋瓜，可是没有你。你在看什么？
找灵球。我看一下有没有灵球。56。可是躲那么远，听不到脚步声呢，好气人哦！也是大厅的那个柜子啊，要躲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会比较没有那么安全。对啊，就是你看那个里面那个房间的柜子可不可以？就二楼里面那个。我说那个店长那边。哦，衣橱哦，来来来，我这边下雨哦，我这里下雨吗？那里面好像有铁柜，那些房，还没吹蜡烛，哎，没吹，我已经放一个摄影机在旁边了。笑死，专门看蜡烛是不是？没有错啦，有听到声音？哦不。铁柜满，对，人躲那个屏风了。屏风，哎，远，他这个吹的速度有点机会哦，远景。我那我点燃了哦。点点点点点。好了。远景是有机会的，这个。因为怨灵的话，确实是吹第三次之后，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吹第四次。靠腰啊！哇，啊！神经，我只是要把电器品关掉而已。吹一个。啊！我点了北西。不该这样子，有一点危险哦。那如果他两个都一起吹掉的话，有可能会直接烧那个十字架。嗯，没事，那就知道是啦。确实。嗯。来打电话给你们好了。嗯，又吹了、欸，吹第二次了。好，停拍。你们这样看得到？要帮你换个位置。嗯，看得到。没有啊，我有在地上放一个摄影机啊。哦。哈，你又被哈的，你知道吗？知道啊。四七八千。到现在都还没裂，玛莎嘎真的是怨灵，他想裂裂不了。哈，我应该理智已经被吸干了吧？哎、欸，又吹了。哎、欸，不像了呢，他没有吹第四个哎。繁星四零。不像怨灵了呢，这样子。41%。那等他吹熄再点就好了哈。现在的话，不用吹了，不用等他吹了。哦、不用等他吹了。哎、欸，烧了。41。有碰到30多呢，有机会，雾影还不能删哦。不用点了，不是怨灵。是我需要点安全感。提灯不会给你安全感。会啦，他只会给你光线而已。卖火柴的小女孩卖的就是温暖。乌影来啦，乌影。
哎、欸，哦，没有。哇，我以为雾影也是必定给通灵盒哎、欸。那雾影是必定给通灵盒啊？哎、欸，那我刚刚说怎么没人理我？没印象，我没印象有听到。没事。他是必定有通灵盒啊，因为他的那个他的特征。哦。烧。好啦，我让他裂喽。等到大门。让他裂，你要直接用那个诅咒道具哦。没有啊，我要躲起来。Okay 啊、我要躲起来。要注意听他那个脚步声。可是找不到地方听啊，没有地方好听哎、欸。你们，欸、裂了，重伤，是现身哦？不是，是猎杀。很丢很丢，骚灵吗？很会丢东西呀、啊，也有可能是东西很多。结束。那再来玩一次。电闸在鬼房过去嘛，对不对？唐氏、应该是。我听他丢很多东西。那在这边溜吧。好，要拿盐吗？这么用吗？应该不用。还是给你药？不用啊。哦，你说加速哦？对对对。好啊好啊。危险的时候可以就是无限跑。可是要闯完之后才按嘛，对不对？对，都可以。你危险的时候就插下去。危险的时候再用就好。有丢吗？还好，对不对？这个叫还好。我不知道，我看不到啊。我看到了，哇，丢好多、哦，哇，对不起，不就还好吗？哦、我就丢很多呢。哦，哇哦，对不起，啊，趴下看不到，状态了，好喂，好喂，少令Aiden醒着吗？ Aiden 还好吗？ A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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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他睡着了啊！我要去洗他的屏。有人玩恐鬼玩到睡着啦！哎、欸、哎、欸，他动了、oh, 啊！他动了！你醒了 ，Aiden！ 你没说话，你知道吗？你没有说话哎、欸，你是关到麦吗？我觉得他是因为刚睡醒，他的声音有点那个哦，对啊，不敢说话，我变尾音是不是？啊，没有啦，少林啊，好吧，少林，还打摩斯密码，看不懂，摩斯密码，嗯。
好了，预测结果。我是骚令。梦魇。哇靠！好哎、欸，刚我这梦魇活得像骚令一样。哇！真的，他跟骚令一样呢。是不是有人觉得说稳了稳了？稳了稳了。结果稳了稳了，结果翻盘。我没了。好哎、欸。有人猜对吗？没有。有个十，有个十。又说没人猜对。有人有人猜十的，哎，有啊，251倍耶！我操，哇塞，太扯了，赌赢了，哇，超盘的、啊，哎呦哎、欸，超盘的，谁啊？我看一下，赢家，看不到名字，这个是什么？虚业，哦，虚业啊，嘿，哈哈哈。哎，恭喜你读得哇！十点，十点，哇，这个活像骚灵啊！骚灵啊，要还要再一场，还在休息。你看看看那位啊，最早的，哎、欸，那是可以吗？你快100了吧？还是还没？还差2300啊，那就一场了。2300一场啊，来。那就再一场啊！转身就看这一车，来再一场。转身 ，Aiden 居然要继续吗？你不是睡着了吗？啊、还要继续啊！你不是睡着了吗？哎，我也要玩。我们那时候本来是想要每只鬼都打，想说这太多了，就改这样子了。你这个耍废。那我就猜这个呗。怨灵，对不对？没有。你不是最爱怨灵了？应该说怨灵不是最爱你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怨灵最爱镜子啊。我什么时候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要 rush 了。哎，有人放出了。哦，当然要 rush 的。然后进去直接跌倒睡着。还用最快的速度睡觉，这给你看。客厅，哎、欸，客厅嘟，哎、欸，真的，除非他有瞬移。车库一个多点，我不信了，就是这里的 rush rush， 就这里的，就是这里的，我去拿东西。他说没有铺第二次。还有瞬移，好，欢迎，就是他了，欢迎魅影。十度。啊，没有，我回家拿东西。觉得他是不是刚放下来有 bug？ 哦，你说刚放下马上读哦？有可能，你讲真的。七度，哎、欸，右边这间出气了。哎，可恶！丢东西，没礼貌。哎，灵球。哦、好。你问什么？比基通灵盒好玩吗？来了。啊，对。想干嘛？想干嘛？啊！我的灯。封烟吗？不好意思。灯。一开场就来炸灯。你在模仿梦魇吗？为什么？啊，再试。继续。教主一说幻影，我看很多人都向那边。哇！我是不是骗到很多人啊？太好了，太好了。没有啦，我只是那时候。哎、欸，梦魇王亡魂暗影最多人读。哎、欸，我没操盘哦、喔，我可是没操盘的哦、喔。确实看起来蛮像幻影的。有游戏。哎、欸，发信。哎。真的是有 bug 哎、欸，因为有一个人巫师运动感测器检测鬼活动还没解。哦。那是 bug。各位，要不要重下注啊？解了。各位要重新下注啊！这盘不算，好不好？这盘不算的、啊。没有啊，很多人都很多人都赌别的啊。我100摩洛伊。哦。幻影明明就才50块，在那边骗。现身他我。现在有零球。我的底是多少？你的？63。62。
我猜的那个组合就已经只剩下一个了。大爷吗？还是怨灵？我猜恶魔幽灵是鬼。哦，你剩幽灵。没有错，我只剩下幽灵了。我再帮你拿一个。好。50乘以137倍也是很可怕的。哎，下去，没有灵球的下去。确定没有灵球的组合就是没了。对，上面的不管有或没有，他都要下去了。换下次玩另外一个，哪里外面？换完另外一个组合，就是猜猜这场诅咒之物是什么？通灵盒没反应是不是？没。那一要测他就现身。让我试试。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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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紫外线寒温，还没采盐吗？还没。哎、欸，他动厨房的门嘞、欸！What？ 有吗？有吗？没有，我要去拿紫光。可恶，紫光刚丢车上。对啊，动这个门。好了啦，你魂，不要再骗了。游荡这么远，我觉得梦魇的几率越来越高了、欸。但是梦魇里面没关，里面没开灯，外面都开灯。嗯，确实。我跟你说，他好像现身都是在外面。对他都在这里走、欸，哎，里面也没有毒了。我刚在里面的时候，他、欸、我在那边吐烟呢。换了，完了。4.4, 4.8, 6.4, 那里面还在4度，外面有5.8, 6.6，生了，什么拉？我还在吐哎、欸，我留下里面还在吐。你知道吐最怕拉肚子吗？还没降，还没升，有可能。5.3啊，这是我们的利诺大主播利诺，早安呐、啊！啊，确实在吐。晚早上以为可以跟你玩点游戏的，所以我七早八早开台，就发现古雷说你睡着了。你们没有笔记啊？哦，我就想说，哦，好吧，我们利诺主播去睡觉了。没有，因为我已经拉两天肚子了，这两天加起来已经超过20次了，真的是有点痛苦啊！哎、欸，灵球不见了。这里嘟了，真的在外面了，游荡在外面了。哎呀，哈、啊、你有病哦！来嘟一下。灵球在，灵球在走廊，灵球在走廊，看到了。没拍到。哦，没有了，完美没了。没事没事。奶酥还能生吗？完美的话好像多少35块吧。就是你要测头，你和开灯不能开车。哦，谁那么坏？不知道，我不明了，我想没看医生，因为我平时只要变天，我只要变天或换天，就是突然很热嘛，很热，突然一个转凉，我就很容易拉肚子。我本来以为是这样的状况，结果我发现不对，因为今天起来的时候发现，就下午睡觉起来的时候发现。依然没踩，骨头有点酸痛。对于是，我就觉得说啊，应该真的是感冒了。怎么不吐气了呢？这边8度哎。马萨嘎又换了。请问你又换哪里？你是不是呢？我靠，里面20度这里。真的耶，走廊的那个没有。厕所里面。啊，有毛病啊！哎、欸，可是我在厨房吐烟、欸。什么神女？跟我还
还是我们干嘛？爱厕所丢东西。朵兰还是有毒啊，这边还是有毒啊。我没看到灵球哎、欸。可恶。厨房16度。那走廊6度哎、欸。走廊还在走廊。他好烦。等下没有到他，超度他。我靠，只差一个人了，换两个。谁空袭？高高空袭是不是？来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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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了，灵球还在。啊，感谢可爱高高的五个月。哎、欸，吹我手上蜡烛。啊，他吹我手上的打火机算吹蜡烛吗？是。那好，刚吹了一下。他吹了一下，有烧十字架吗？没有。没。那就不是愿。里面烧，50、42。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激战他，在打 BOSS。哎、欸，你们两个认识哦，肯定要认识的吧？还不能跑撇出两个小可爱，两个小可爱彼此认识吧？不是魅影有灵球，不是魅影。感谢九头啊，感谢把布，感谢高高。我是听力。我跟 Nice 很低。对呀、啊，为什么繁星跟我的那个理智特别高？哦，又糟。对，那我直接躲起来喽，我直接在里面听喽。来吧，哎，我就知道你还是想，我先出去了。就到位，就去。他裂的时候就请他吃个本香。干。盘子来了，我看看盘子啊。他、啊、如果他是亡魂怎么办？照干他杯呢？这个盘子他越来越懒了。我是烧，烧了吗？那我去捡。烧。啊，还有一个十字架在哪？一个是在房间门口，还有一个我忘了在哪。走廊上。啊，看两个看起来怎么都像。烧烂的啊，就好了，你比较可爱。哪里？来，老师吃棒棒糖。什么东西？趁热吃。嗯。热吃，快好。在里攻杀小。来了。裂了。哎、欸。感谢月灵的七个月。为什么觉得那个脚步上比较快啊？我真听不到哎、欸。我什么都听不到啊！他下到地下室。偏快的话，只能是雷魂跟差爷喽。怎么列车了？因为两个人分别订阅就会有列车啊。蓝魂？不是，对不起。你要干嘛？嗯？结束啊！结束，我现在开始。哦，猎杀用熏香是不是？没事啊，我们还要再拼一次吧。吃快好吃。后面到底有多少地方？我忘了在地下室放。要放吗？我去拿。来不及了。来得及，要相信自己。不要自信过剩。有事情是好事，不要自信过剩。那我来抽塔罗牌喽。哪里？啊、我应该不会看到我前面有一具尸体，有一具尸体吧？不会啦。他也不是我才是今天抽到这个人的。哦，理智降临。哎、欸，房子是什么？鬼魂事件吗？还是互动？互动。好。猎杀还是什么？那哦不，等，我先拿十字架出来。我叫你，我放这边就是要你拿你给我收起来。这女人猎杀了吧？我靠，他。我觉得有点快、欸，很快，超快，偏快，有点偏快。他很快，但是没有到超级快。对啊，偏快。不知道是雷魂还是差爷。那我是应该是厨房有电子设备吗？有啊，有很多啊。厨房哦，就车库那边有。哎，他从车库那边出来就是
从车库这里，然后把点阵拿，我把这个拿掉。他在哎，这里走出来都很快，因为刚刚摄影机、啊，刚地上有，我再去拿，来得及吗？来得及吗？我觉得来不及耶。哦，我撞到他了，你相信我，我真的撞到他了。我的发，我卡到东西，他用无形的力量在推我，我只能向左走。真的啦，我的发，真的啦，就那个啊，摄影机有个 bug 啊，那只不过向左走而已。再抽，哎，100理智，谢谢，垃圾。来了，不对啊！我们在鬼房这么久，他的速度怎么还那么快？雷魂吧，变慢了、欸。没有快哦。嗯，我烧到他了。对，他没有刚才那么快，变慢了。没魂哦，趁现在把那个电脑设备全部东西搞一搞啊！对，快点，趁一分钟，各位搬家了，各位进来搬家。你不用关家了，就是把那个电脑设备关，然后那个、哦、有一些东西不能够关的，就能就出去外面了。嗯，我有啊，我有把那个相机丢出去。啊，满班呐、啊，你在门口看什么？啊，刷 rush 的啊，在那边。是不是舍不得我们？还想继续玩，对不对？是。嗯。在地上爬。我没有烟了哦。地上有一个，这里。嗯，这个。喂，我甩他，哦、我要当锤石，甩他脸！快抽，快抽，快抽！开始抽，抽抽抽抽，应该已经移除完了吧？我不确定。我抽，规定没有人还在头灯吗？我关了，没有，没头灯。OK， 丽莎，哎、欸，惹什么？好像哦，哎、欸，等一下，十字架先拿出来。你给我放地上。哎呀！你看，你看，好，还敢收起来呀、啊？好嗨呀、啊！我没有收起来，我拿在手上啊。呜，然后剩一张、欸，拿在手上啊。我要抽吗？算了。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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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玩。每个人家里至少都要一个。这发。嗯，是不是有点久啊？他刚列完嘛，挡了一下，等一下，30秒，不是一分钟吗？25秒，30秒。用熏香烧过的不是一分钟吗？哦、他刚刚已经列过一次了。哦，对呢、啊，在你手上烧掉了。他刚列过一次了。哦，对呢。我那手上在那边烧掉了。哦，对呢。他已经列过一次了。来了、欸。练了。茶叶。啊，变茶叶了、哦。速度没变了。我刚有你说雷魂，我觉得是雷魂，但是刚刚他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哦，他在厨房，他刚在车库走出来的。我在车上听到的跟现在差不多。除非，结束了。除非还有电子设备啊。来抽。可是没有电子设备了、啊，不是吗？没有，没啦，抽光了。对啊，没有电子设备啦、啊，所以就不退市啊。除非是他读到 A 等的那个手电筒之类的。啊，我在外面，他读到我也太厉害了吧？说来说啊，除非他读到 A 等的手电筒啊，那个就没办法，那就是 A 等在搞啊。可是他离这么远呢、欸，他离我很远呢、欸，100。所以差爷，差爷，好哎、欸。那只能是差一样，除非是 A 的在搞啊。啊，又我在搞了。嗯。没有错啊，来看看有谁赌差爷。我赌。有哎、欸，有哎、欸。
哇塞！啊，就我赌下耶！果然是奈斯老师。哇！奈斯操盘是不是？操盘呐！你是不是要买东西烧给他，跟他沟通好了？奈斯操盘啊，抓到！选择结果，他耶！没有一百吗？没有，没有啊！六千八，我好狠啊！你差多少？你今天值多少啊？没有，我一百一百。不是我自己看九九哦，正常，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哦哦，好哦。我看他用了多少能力？六四吧，是吧？你看他换几次房？那禁止你往后退一下。最多五次吧，他用了六次，鬼房换了四次。六次，六次还这么快哦，现在。一百，恭喜你，要转身了。可以转身了。下次要轮到 A 等待了。啊啊，他意思是没问题。啊，没问题。啊，钱呢？我的十一万块、十二万要没了。对啊。要说 goodbye 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反正钱带不走，死一死东西喷的真的不会很痛哎。哎，反正先把钱花一花，对吧？也不用啦，反正你等下归零了，不用花了。五万五万五万，满足一下购物欲望。哦。好啦，感谢感谢。感谢凡心，感谢 Aiden， 感谢内斯，辛苦了。哎，待会再小开一下光遇啊！番茄所有东西要给我啊！没错，又是光遇，又是番茄，没错，我们的番茄爸爸啊！我要给你们看这个啦！我真的觉得那天安妮直播最好笑的就是这一段了啊，还有一段。可是那一段他好像没有什么想剪出来，他说好笑的东西就是太多次了会变成很那个失去了那种感觉啊，好正好漂亮，来我看啊、喔、来看一次，这很好笑啊、欸、可是还找粉红色的嘛，那那时候我刚好在遛鬼，喂，吓到我了，撞你，啊啊啊啊！对不起，什么啊？等一下，我怎么就骑上马了？不是，他那天这段超好笑的，发生了什么？我要笑死，什么？九口，你之后要玩可以揪啊，没关系。我虽然不是到真的很强，但已经开始知道一些鬼的特征了。哎呦！我说恐鬼啊，但不是萨尔达。啊，稍早不是有个人加入会员吗？加入订阅吗？欸，那个就是那个很强的小萌新，又是一个小萌新啊，他叫贝尔啊，晚点我再把他拉进来。祝我最近每天，我知道啊，我每次进去看都是你们是满团的啊，啊一个在看片啊，把一个在打另外一款游戏啊，啊四个人在抓鬼啊，啊，反我跟你说，昨天有大哥大姐带我过试炼，啊你还没跑过试炼哦，你要说欸，我可以叫人带你跑。哎，就只有土跟风的试炼我可以啊，火的也可以啦，水的真的太久了不太爱跑。
我不喜欢跑水试炼，水得太久了。哎，我今天还没有去拔票哎。番茄说要送这两个。他们好快带我过。谁啊？你是被路人带走还是你的观众啊？什么布丁？哦，你是要布丁的小起点哦。哎呀，感谢米米的200小起点。路人拐我？不对啊，照理说他应该是要点亮你，送你蜡烛才能带你吧？你现在已经头上没有一个可以被拐走的图啊。你们看，光遇现在有这个酷酷的东西，哎、欸，上不去。干好难控。哦，你捡包什么？捡包子？你吃馒头吧，捡包子。刚好遇到台湾，其实很容易遇到台湾人呢。我是觉得蛮容易遇到台湾人的啦。哎、欸，好烦哦、喔！什么烂球？私讯阿茄。好了。利诺什么时候开台？还是我们待原神吧吧吧啊！每次讲错，神界启动。我其实早上想玩神界啦，可是早上人太少了。神界玩来玩去，可能就只剩下三只阿狗阿猫。我看一下票在哪边哦。我今天这个票都没拔。看看哦、喔，看看哦、喔，水母，然后嘞，左方馒头上高处，这个爱拔票地狱，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我妈等等吧，我找到东西吃，我找到东西吃了。我想说，哈，利诺主播这么可怜吗？没有东西吃，那我要跟习族说一下啊。还有一个在这里吧。呜。这怎么拔、啊？哦，刚醒来。我其实知道你早上在干嘛啦，但是想说那个是个人的休闲时间，就没有去无聊去问了，对吧？总要有一些私人的游玩的时间，就不要去干涉了。要叫盘子过去利诺主播台位，利诺无法进入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哎、欸，我找一下啊，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小水母真的好可爱、欸，他们会排队。哎、欸，让我拔一下。不是，这怎么拔、啊？要带白木吗？哎、欸，那水母怎么拔、啊？哦，哦，哦，嗨，嗨，你好，你好，嗨。他怎么这次是兔子头跟这个一起卖啊？
我早上是睡到一半被挖起来玩。哦，哎，早知道我那时候敲你了，我就说要不要要不要来恶魔一下。而且今天不是说要更早睡，他为了等我啊，你知道吗？他为了我操尽了心。反正今天下午就想说直接弄啊，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的活动地图啊，多漂亮！好，今天红石烧完了啦。啊！你怎么跳海了？不要想不开呀、啊！你可以敲我没关系，我知道敲你没差，反正你会回讯息，要么是两天后的事，要么是秒回嘛，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以敲我没差，反正要我看得到啊，啊，对不对？哎，高高要烧吗？今天很凶哦，今天红石很凶哦，要不要帮你烧？很凶，今天难度五颗星，今天都是螃蟹，很会咬人。小白猫，你的蜡烛啊，这个人在玩火。哎、欸，你怎么来了 ？Hello， 不是在这啦，今天红石在圣岛，等一下带你烧。在圣岛吗？对啊，在圣岛。我看一下，我还有两个票没拔。哎、欸，一天是六个，对不对？一个是要玩滑水道那些嘛，我看一下哦。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跳水，呜！一天六张，好喂，好耶！爱心抽筋了，利诺有玩光遇哦。主播，那是不是该认识一下了？我真的觉得你，哎，没爱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光遇哎。今天没爱玩这款游戏，你再怎么推他说他好也没有用，没有玩。四张加两个小游戏，好，拿到了，谢谢谢谢。哎，这个感冒不影响我后天的大耐久台啊，我一定 DLC 开爆，好不好？也不用太早开，还是要排队啊。有啊，样样有帮我们打，有帮你们打。我偶尔会在光遇看到样样啦，偶尔啦，这样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高高，准备走咯。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来，我们抱一个。啊，这可以穿哦。哦，这一套可以穿哦，好丑哦。啊，怎么我穿掉了？是不是不能抱抱？你看吧，我就说吧，番茄，我们是不能互抱的。你看，抱了一下，我窜了。哎、欸，回来了，干嘛就说有毒？哎、欸，高高，我们走。
哎，有谁今天还没烧的？还是样样在路上？高高回家。你再用一次不能穿了啊！我应该穿武士服的，对不对？哎，看好丑哦！哎，武士裤，要穿武士裤的。来，阿高，阿高来背背，不要牵手啦，手断掉。哦，女人，女人传送我，我们传样样。但好像没穿裤子哎，哎呦，我们兔窝大军又要出现了，是不是？想偷头上的兔子，月灵，高高想要头上的兔子，盘子你该玩光遇了吧？嗯，还没吗？几点开始啊？38分，完蛋了，我们要这边耗一下时间了。我背上的翅膀已经是他给的了，没有，你只要有愿望，神灯精灵就会出现满足你。月灵有玩啊，月灵本身就有玩，他不是为了我回来玩光遇的，对，他是为了兔子 NS 买87元，还是样样。就不要去订阅高高了，直接赠送了。怂恿人家氪金，哎，这主播怎么可以这样？感觉教主很失望，失望什么？没有啊，我不会失望啊。哎，我本来就是会，我本来就是推说，你看你们把那些钱花在妹子上，不是更快乐吗？对不对？就像你看，看什么？要看谁？不要怂恿人家了。哎，你是最会怂恿人的好不好？你说我不要怂恿人家。那边卖中指照片的啊，5份订阅开始啊，开始计算的是谁？你这次全买了，我就觉得，哎，这真的好丑。这个就是。已经穿得很大管的裤子，他还要硬要穿拖鞋。我不会很失望啊，像我也有送利诺东西啊。那个说说而已齁，我想你不可以这样，喜欢你爱你的人就会去做，对不对？当今天你对一个人说你走开你滚开我讨厌你这种话。明明知道是气话，有没有？但他就是听在心里，他就是会受伤，就是会难过。那你要中执照吗？我不用啊，我不用，我不要。好友数梅姐不能送，高高，你想要送礼吗？你跟他解开好友数就可以送了哦。在妹子身上花钱使我快乐，对不对？你是不是给错人？哎、欸，你解错人了吧，哥哥，你解错人了，不是我。样样不是我，你要送我东西哦。
还是你是 Switch 不好点啊？我点不到 哦，你要说啊，等一下哦。你只有看到冲浪板跟凉鞋那个要在那个活动场地才能买，活动场地的那个谁，那个阿七的头，阿七发型的尖组才有卖。嗯，来听点什么好了。啊，我今天被一个歌洗脑了，突然发现那个人翻唱好好听哦，《爱在西元前》。等一下去一趟，哎，高高，有人要赠送订阅，等一下去一趟活动场地啊，高高。你跪我干嘛？要跪跪泱泱啊！啊，这不能放在这哦，不能放在这里，请拖一次有效的位置。哎，一定要水吗？一定要水吗？你们觉得珠子 DLC 我可以玩多久？样样去哪了？样样怎么飞那么远？会不会只玩三天就没了？《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年，距今已3700多年。你在橱窗前，凝视被温的日炎，日才放心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即使神殿增长弓箭，是谁的从前？也要看玩的时间吧。像我那时候也以为我剑盾会把珠子会玩很快，就一玩玩了5天。啊，伙伴，到时候他应该跟剑盾一样吧，就是他是看你的进度，然后 DLC 的进度等级这样子吧。怎么没有卷卷哎，不过有蚊香磕的哎，我蛮开心的哎。我当时真的很喜欢蚊香磕的那种蓝色，蚊香磕的啊，蚊香蛙那个蓝，哎，好看。然后它不是有那个吗？有多人竞赛的那个，人越多好像难度越高的那个竞速。哎，到时候，哎，连线希望稳一点啊。我会到时候看到一些进击的巨人，反是怎样？怎样？麻辣兔头？怎么了？麻辣兔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最近打扮的都不像乞丐啦？撞气球？对啊，撞气球那款啊，不那一款啊，那个模式。来跟臭肚子说早安，嗨，臭热狗，哎，跑掉了，很容易断线，哎，就很闷呐。啊，万一说高难度，然后4个人什么的，结果一直断线，后面就有攻略了。单人高难度，
撞气球攻略影片，麻辣兔头，那他多过分！我跟你讲，是真的真的不要在我面前提一些兔肉、兔头、兔腿那些东西啊！兔腿应该还可以啊，毕竟七兔那边常来提兔腿。你讲那些东西，我是真的会吃不下东西的。要被砸了吗？哎，准备了，各位，截教仪式开始。有什么可以玩？啊，这个，来。欸，我记得是在这边啊，他飞去那边干嘛？隔壁吗？欸，换位置了。蛤？我今天不是在那边烧的欸。欸，高高。高高！你做啥呀，高高？签好。懂了没啊？讲讲啊啊！像有些游戏是真的要杀兔子才能取得那些兔皮啊，还是什么？像之前一款那个末日僵尸游戏，它就是弓箭的箭袋一定要用兔子皮做。我就说没关系啊，像这种东西就是要杀兔子，那种就还好。然后就不要故意在我面前什么杀兔子啊！哎，说哎，繁星繁星，你看，然后把兔子杀那种，我就觉得那个已经玩笑开过头了。哎，为什么会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啊。为什么雪莉他们会在那边？哦，不一样，真的假的？欸，啊，说好的难度三嘞？好像手机跟 NS 显示不同位置，所以高高你是 NS 吗？欸，所以高高你的在这里吗？我先问高高你的在这里吗？不是的话。不是的话，我带你走。你在雪莉那边啊？啊，雪莉他们怎么来了？啊，等一下，你们回去啊！完了，这个口头禅，短时间应该是改不了了。还是高高你背我。你背我，我帮你举。我就记得今天手机是在那边啊，对不起，这里吗？肯定是这里的吧？啊，你也知道我在学谁啊？啊啊啊！是完蛋了啊！他倒了啊！啊，高高你快跑！高高背我，还是在这边吼。完了，有人被撞不见了。啊？他怎么又变那边了？等一下，我是不是被排挤的那一位啊？啊！啊！等一下，为什么会顺来顺去？这个房间有鬼！房间有鬼，这房间不干净。哎，都好了是不是？啊！又成功把人教坏了。你看看你这个危险的女人，你在玩火啊，女人。好了，谢谢番茄，谢谢雪莉，谢谢样样啊，样样，不，高高去活动场地。然后我就穿了啊！
我也串了，没事，我串回来了。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转过去？哦，难怪我今天跟那个贝尔在烧这边的时候，我们传到是不同位置。我今天看到的是光瑶，然后贝尔看到是水母。哦，原来是这样啊！既然免费魔法，有我领完了，商床就好了吧？有要到活动场地领吗？应该商船的就好了吧？哎呀！我真的也是那种拉肚子拉到已经剩下拉水出来了、欸。有在吃饭吗？很抱歉，但是就是都是透明的东西。这里对不对？哎，不对，这是喝饮料。咕噜咕噜咕噜。免费魔法在哪里啊？我记得好像在帐篷，有个帐篷。这里吧。哦，对，欸，我还没领欸。啊，拉肚子的痛苦，至少是，至少比较好一点呐、啊。有一种是用喷的，有那种颗粒感，你知道吗？就是有刮到小屁屁的那种痛苦，那会比较惨。那时候真的是很想死在厕所。商船的是不是下次活动啊？是吗？应该是我在吃。有兔子头饰欸，有啊有啊有啊，没有兔子头饰是这一次活动的啊。这次就卖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说吗？他怎么会兔子跟夏日摆在一起卖？对不对？他应该是要兔子拖鞋跟兔子头同时卖的啊，他怎么会摆在这边卖？兔子头是这一次卖的啦，这一次要去刚刚那个商场啊，不 NPC 那边买。等下你的阿努比斯是不是还没买？还是有了？你搞混了哦，你是跟兔子拖鞋搞混吗？各位来玩神界咯，打开你们的神界。算我爸有几个人会想玩啊？游戏神界，我先关游戏了。那个兔兔头在这边买，这里这个，跟他买。多买了点多余，哎，你既然会这样子计算了，阿且长大了，哎，偷吃，我以为教主要休息了，不可能休息，休息是不可能的啊，我先换个分类啊，虽然头有点晕啊，但是。还没有到很痛苦，还撑得住。四只号的人也是很吓人，你是说月雪吗？你是说那只小狗狗吗？看看哦，游戏神界，哎，神界启动，安心。哎、欸，等等进来的通通名字改繁星，敢不敢？好不好？等一下进来的名字通通叫繁星，
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六只了吧？等一下进来的通通叫繁星哦，啊，不然帮我踢人啊！哎，番茄晚安，感谢感谢。我不知道啊，五窝、哦、来，这样就不会有被针对的可能性了。啊，这样就等于是中了迷雾，除非你们第一台啊，就不知道谁是谁了。啊，先玩一次的、啊，先玩一次，名字都一样的。房间兔窝啊，我进来玩，我去 DC 宣传一下。啊 ，DC 没人哎、欸，怎么今天 DC 会没人？今天 DC 怎么那么安静？还是你们又偷偷创了群，没有拉我？空荡荡，真的哎！平时这时间不是都抓鬼或在打麻吗？阿总今天才12:30呢，才12:30呢，那这样子我就要关台了，没人要玩呢，好可怜呢，好可怜呢！哇，我没加 DC 啊，进不去哎！啊，不是不是不是 DC 就。房间名称叫兔窝，进不去。那我改。欸，你们那时候叫什么？你们那时候名字叫什么？9527什么啊？13149527，好不好？13149527啊？对不起，原来是我。这要开是不是？对不起。同名字不同哦啊，好吧，对不起，你们改你们的啊，原来是这样啊，不能同名，好，好吧，你们创你们名字吧啊，蔡丁丁生日结束了，怎么繁星一干，这一定是马同学又进来，呸，马同学抓到了，这是你吧？你怎么不是爱心的心？我都会这样取自己的名字，哎，叫繁星啊！我那时候迪亚婆就这样取啊。蛮有病哦，那个意思你哎，蒂诺要不要玩？哎，我这没开。去改自己名字了啦，烦死了，烦死了！我是有兔子的阿高了，哎，对不对？你头上背的人就可以吃兔子了。这样反而是教主不知道谁是谁，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原本想说，会有人想搞我、搞耍我啊！我想说大家名字都取一样的，13145207，哎，13149527，13149527，不是520啊，对不起，跟谁告白啊？啊，还在520，13149527。哎、欸，我真的很好笑。我今天就是开台前做梦，梦到是我闹钟设11:11，然后啊，就是醒来的时候是11:11的闹钟把我叫醒，然后那时候醒来发现，哎、欸，才8:30哦，然后就倒回去了。就后面睡着睡着睡着，想说，哎，汗流好多，起来看了一下时间。啊，怎么10:07了？然后就跳起来，马上去那个镜子群，满，这样满了吗？不是吧？还有位置啊？谁确诊？点不进来吗？房间13149527。
哎，谁知道神界的英文叫什么？神界？没有哎，有预设的。你们好烦哦！谁呀？没人了，我们要开始咯。小月竟然不在耶，你进不去啊，为什么？你不能装名耶，你叫利诺啦，你就叫那个利诺好不好？13149527。我要在交友厅玩神界没朋友的，哈哈。是谁？我来播歌好了。嗯，放音乐，就是这首了。哈，啊啊！啊！不玩了，我去拿可乐。利诺，管好你的恶魔，干嘛？我没有防御的吧？哦，有。哎、欸，夜明安安，你们待会什么时候开台啊？待会什么时候跟利诺打配啊？早安啊！你要叫繁星。你就取个这边没有的繁星进来吧。你叫佛星啊，这是你呀！我揍死你，我揍烂你！没有啦，开玩笑。声音会太大吗？因为我今天为了听鬼的声音，我把哎、欸，等一下，怎么截取是截取这样子？等我一下哦、喔。我没人跟我反映截取画面怪怪的。没人反映我就会当真呢。得得得得得得得。等一下哦，那神界。啊，神界要在哪个位置啊？那个，这样移除。啊，轮到我了吧？刚刚谁扁我？是不是你？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你，你绝对挡不了的啊！接受我的攻击吧。你刚刚打我打得好惨呀！你知道我前天在利诺台抽到命运神，我就说来吧，各位获得神明吧啊！所以马上抽到神明大乱斗，哎，场面真的是很嗨啊！你知道现在玩神界都在搞耍吗？就是单纯都在搞耍啊！欸，利诺，我问你哦，你有几个老婆，几个宝贝？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这样问我，我害羞，那你死我。啊，我再来就是，在这些老婆跟宝贝中，你最爱的是谁？啊，这个问题真的是，真的是小孩子都爱问的。毕竟还会加。哎，高高就不一样了，高高是见一个叫一个，所以他那边就算了。他那边只要他批的够多，就不会被说花心了。他只要脚够多，他是一只蜈蚣，有刺蝴蝶翅膀的蜈蚣，所以他的脚还有很多位置。哎，最爱的老婆不同人，也跟宝贝不同人，肯定的吧，对不对？噔，也没有，噔啊！我拿到蒂诺最爱的东西了，只要攻击是二以下的，我都喜欢拿来戳他。别，可是你不觉得有掘墓效果吗？真的很棒啊！哦，对。哎呦，真的头发太长了。还是明天去看个，明天去剪个头发就不看医生这样。明天去剪个头发好了，去修一下啊，整理的顺顺的。最爱的现在还缺席，低调低调。哦，真的假的？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意思哦，大家都还有机会，听到没？利诺的观众们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虽然很渺茫，对不对？最爱的肯定是妹子比较多。哎、欸。对不起，你会唱《最爱还是你》吗？那首我超爱的、欸。之前啊，每次去好乐迪，我都会唱这首歌。我知道75%，我听一下。你有经过终极系列吗？它是终极一家的歌。虽然我没看《终极一家》啦，但我觉得歌很好听。夜明，去吧，夜明。我还可以烫你两次啊，夜明。你要撑住啊，夜明。应该说我还可以烫你三次啊！我身上还有这个。听过但不会唱哦，没事，那不要唱，那首留给你最爱的人唱给你听就好。你干嘛啊？他不就是送你个两下而已，我的天！啊，就十四个，你怎么会有肥皂？好，讲话要好听一点啊！你怎么会有肥皂
啊，夜明，你，哎、欸，我刚刚用这个声音，等一下哦。夜明，你怎么会有肥皂啊？夜明，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靠北暗戳，你谁？怎么还没死人？好啦，我帮你戳成整数，好不好？你们等一下通通改名字，我等一下重开房间，你们通通给我改名字。好不好？求你们，这个主播求你们了，这个主播害怕了，这个主播干了自己不该干的事情啊！利诺干嘛？这个是不是你啊，利诺？哎呦，哇，我们竟然没死人哎、欸，三十二轮了哎、欸，天哪、啊！答对。好，那你留下。啊！啊，你东西吃完了没？快了，快了 ！Oh no! Oh no! 你活该啊！你活该啊！什么都能弹回去，你活该啊！完了，我被激活了。好喂，靠腰，哇！这时候有升天功很刺激耶。还是我播比较适合睡觉的歌啊，看一下哦。适合睡觉的歌，这个。谢谢。Uber 一直都点得到。哦嘟。应该啦。应该都点得到。佛心，你小心一点，我要来扁你的佛心。有人看不懂这游戏怎么玩吗？很简单，就是，像有这个加攻击的啊，就是可以叠加上去。没有的话，就只能乖乖出一张。那或者是刚刚有一个叫做奇迹的，就是魔法卡，它可以叠上去，像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我拿来打它。像这样子，有攻击时期，然后防具的话就是可以，防具的话就是可以那个不断的叠上去。唯二有安的被繁星打死了。
我在教人。好，就像这样子。那就是刚刚为什么挡不了，就是因为它有属性，火跟水是互克的，就是你用火属性打，就只能用水属性挡。那以此类推，就是你水属性打就只能用火属性，然后再是木属性要用土属性，土属性用木属性，然后比较注意的是光属性没有办法挡，然后暗属性是一定要挡。你暗属性就算你有99滴血，你被戳一滴也是直接死。那其他就是慢慢摸慢慢玩，其实这玩一两场很好就懂了。哎，死了，莉诺那边笑、哦，没事，我要去听姐姐的记录档。哎、欸，我刚刚是说睡觉的歌哦，啊，不是这首啦，看一下哦。这首吧。嘿、欸，奇怪，我睡觉的歌咧？啊，这首，我到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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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姐姐不是才说那个吗？什么干拜的干拜的真拜那个，我隔天就刷到了。哪个繁星会获胜呢？击败那个确诊。完了，连防御都好低，加油！两个分析加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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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知道怪莉诺啊，这是莉诺摆放出来的。哇，差两滴血。确诊获胜，你知道莉诺等不下了啊！啊，看你们要改名字啊，等你们，我去拿个可乐。要进来的要改名字的去改啊，我去拿个可乐。来啦！与恶魔签订契约之人，这谁啊？等一下哦，一二三四，二五九五二九五二九五二九是谁？哎，请问哪一个是莉诺？哪一个啊？莉诺比较像这个哎、欸，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夜明吧？反正就是攻击就是打人啊，然后防守就是防守啊，对不对？大恶魔一定是莉诺，然后这个应该是夜明啊，这个我看不出来，马同学吗？
欸，少一个是谁没进来啊？样样恶心啊！这两个嘞，不玩了吗？啊，夜明在这哦，你怎么知道？你可别忘了你的抱枕里面有监视器哦。那，啊，这个不玩了哈，请问这两个是不玩的吧？爱月哦，五二九哦，哦五二九五二九哦，可以踢人吗？好，开始。哦，刷掉了，人不见了。哦，这个不就是利诺最喜欢的岩浆攻击吗？哎，看，是替身攻击。等一下，哦，我好冷哦。完蛋了，我觉得我要穿外套了。还是我去伦敦啊？伦敦没有比较暖，有暖暖包在那边。怎么可以？看你卡了，你怎么了？你重进出来可以吗？不行的话，我们重新一轮啊。可以等你啊，你再看怎样啊，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再重开。不然整场不能玩。你知道最近晚上都在跟利诺他们那边。就是这个叫利诺的主播啊，他有时候半夜会玩那个神界，应该说早上啦，清晨早上没游戏玩玩神界，然后就在那边反弹反弹又反弹，那时候最高看到是反弹四次。好了，喔，好，干嘛啊？让我玩一下啊！有病吧！让我活，啊！那个厨好危险呐，啊！请老放过我吧，至少让我放出这个。哦，谢谢谢谢，你谁那么好？我还这样对你，是不是有点不好啊？我下一轮帮你补血。大恶魔，岩浆来的大恶魔。哒啦啦当，哒啦啦。大恶魔打到了啊！大恶魔，靠！啊！我会让你下。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走了，走了，走了，死了！怎么会有两张反击卡，啊？没事，欸，怎么还有？不用道歉呐，啊，这游戏好玩就是随机性很高啊，好吧，真的不用给我面子，想打我就打我，好吧。看来群攻不是好选择，不是刚好抽到，太扯了吧！你好快乐，你等一下开台你就完蛋了，你等一下开台我就要在你耳边一直讲，讲什么？繁星跟我走了。啊，你是高高哦，啊，你怎么也走了？笑到我肚子好痛。哎，你知道这个游戏好玩，就真的是好玩在这一点。他，啊，你完蛋了。
他就是随机性真的太多，然后一次玩完一回合，你不小心十分钟就过了，二十分钟就过了，很容易两三小时就这样花掉了。对不对，利诺？这是线上桌游吗？繁星要好好保重身体耶。这个是你就搜寻神界就有了，打原神的神，打原界的界，世界的界，原界是什么？对吧？这个是那个水时长的游戏。哦呦，那样样我解释一下，你中的这个暗云状态啊，它是这种趴树攻击，你必定会命中，所以你要赶紧想办法把这弄掉，不然每一下都会打在你身上。有啦，真的不行我会关台啊，我现在就还好。哎，玲玲安安你看大恶魔，给大恶魔下去好快乐。该戳神了吧，该把那个神戳掉了吧。还是利诺你想要通话啊？嗯，那我就可以无痛的把人揪到你那边去。可以哦，可以哦。啊！怎么给啊？嗯。在拿什么？你杀人了、哦，抱歉。好，我直接通这个好了，好烦哦。你看，说找他，但找不到人。女人要不要接电话？嗨，女人。もしもし。看来是用手机接的。没有，我用电脑。干嘛？你很快乐哦。好，杀了我快乐。我看你是没有死很惨哦。我现在还活得挺好的啊。嗯，真的吗？好像真的挺好的哎。没错，没错。哦，你今天声音听起来不像平时开台声音了，还没清嗓吗？还没啊，因为我刚睡醒啊。哦，啊，你还说可以通话、啊？这种声音是不能。还没亢奋起来。这种声音不能外传吧？哇，又死一个。不会吧，大恶魔要赢了。嘿嘿。这样给他死。算啦。哇。哎呀。对，偷他，没错。啊！大恶魔，你下去吧，大恶魔。啊！这个人，这个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看那个反击就不该用在我身上吧？真的哎。矮子不拜拜。啊！
来说，不是还拿钱？停手！嘿、欸，上啊！一起下去！好诶、欸，哎、欸，看来这场我也没白死嘛啊！大家啊，平手平手，没事没事。246826，两个店名应该是挂机了。对，蔡丁丁呢？还要吗？你怕死了？好吧，好吧，好吧。累了，笑累了吗？大耳膜在你上面哦，小心一点。你在我头上吗？对，我觉得我的命不久矣。不会啦，没什么攻击的东西。我听到有人被扇一巴掌的声音。没，他三拳不能巴掌。哇！我以为是你下一秒被扇嘴巴了。那、啊、你不也吃了？哇！我这有好快乐的东西哦。真的假的？我有很快乐的东西。快乐的楚吗？不是楚。哎、欸，我不快乐了。你快乐了？我不快乐了。我觉得你很快乐。我不快乐了。不，你很快乐，你超快乐。没有，超不快乐了，完蛋。我什么时候可以掏出我的快乐？我还在等。还是危险的波，快乐的波。嗯，不是波。看来是金棒了。能让你快乐的只有金棒，不是吗？就是一点点的小快乐，没有到大快乐。神天宫。不是，神天宫那个是大快乐。哦。不一样，那是大快乐。我来了，反了啊！送走一个，高高死了哎、欸，他是高高哎、欸，是高高吗？高高高！哦，他很希望你撒高高，听到没有？哦、高高，好喂，高高下去了，高高。啊看到没有？我不爱你，哦哟！好吧，那我煞白心跟你谢罪。哈？不是你这是大快乐吗？啊、oh, no, ！我你这样没有属性了、欸。我把它用掉了。哇！我好快乐呀！你要下去了。Oh. 我把它送下去给你。我好快乐、啊！不是这样玩的，怎么有笨蛋啊？不是用这样玩的。我不是跟你讲过，你要看最下面的颜色吗？最后总和。忘记了。你真的是快乐到忘记了。啊、啊，样样，我讲一下，就是他刚刚那样子，是因为属性比那个不同属性加的话，会变成一般属性攻击。除非它上面有说是给予，你看我这把就是给予火属性，就是你不管怎么加，最后是加这个就是会火属性。哎、欸，干什么？哦、oh, no！ 啊！大恶魔！哈、啊，还真的拿到恶魔。嗯，是不是可以羞辱你了呢 ？No！你要干嘛？有没有像这个？有没有给予火属性？就像这样子，
凡是这个属性加加这个就变火了。对，好啦，对你好一点啊。没有比较好。你没得挡吗？有是有啦，挡啊，苟一下啊，干什么？你是不会玩啦、啊、你那个要受伤才能玩啦、啊。你那个是要玩那个，反正我就放出来。哦，你那个是要受伤反击的，那个就是我第一次跟你玩的时候放的啊。你那时候打我说啊，凡心怎么不挡啊，就打回去啊。啊，你忘记了？难受，难受。你有血量可以玩了哎、欸。我又活了。别完了。然后开台就不能呛到、欸。开台。啊？开什么？开东西哦。那个什么，就是恐鬼每周任务好像很容易耶。反正等一下玩恐鬼吗？你死了。啊！下面世界好了，不怕不怕，有人下去给你暖暖包了。高高他下去了，高高不冷了，高高呀，当呀，刚好下去，好恐怖哦！现在是不是不能整数啊？来，来一个大恶魔，剩两滴血，哦，好险，好险，太刚好了，我要打 boss 了。感谢珍惜的31个月。我还吃个药开嗓。哎，怎么会是吃中药开嗓？你的中药里面有杨桃是不是？干嘛？干啥？等一下，等一下，我还能苟，我还能苟，我想一下哦，苟一下，苟一下。啊啊！哎，我差点笑一口中药喷出来。哇！你真的喷了，你的萤幕可以卖给习主了哎、欸！那真的先不要哎、欸，我的键盘跟滑鼠也会遭殃。在下面等我们，我先帮他啊 ，MP 不足 ，Oh no！ 太可爱了，就你在苟延残喘，再见。够了。不能够了，恶魔要你三根走，岂能让你到五根？可以啦，难忘哎。嗯？三根半夜啊，对不对？啊，五根是什么？啊、五根长忘啊？五根？不是啊！啊！我九，你要机会，我九，加油！怎么有那么痛攻击的？哇！恶魔，再一只，没有。你的酷东西就是刚刚那样被你糟蹋的吗？就是这样被我糟蹋掉的。大恶魔还要不要？要，要。要你们，我在挑东西，我在挑我的皮。高高什么时候要睡啊？妈，马欧卡伊吗？现在哦，现在要睡了
赶快睡，你还进来？差不多，等一下开台。嗯。你等下玩什么？不知道哎、欸。你被恶魔带走了哎、欸。打配吗？还是说你们可以先打配啊，奥斯先关台丢给你啊。可以啊，你要晚点打红鬼吗？那是晚点的事啊，等你配完好不好 ？OK OK， 妥妥的妥妥的。哟，吃猪又开手了，开手了。我的中药里面有那个顾喉咙的东西，啊，看来你毁约了呢。你看像这样子对恶魔不敬、哦、光魔法，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大恶魔，你没有跟我签，我戳你，你这样真的很调戏、啊！啊！加攻击十三，太多了吧？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啦噔噔。你还敢回血啊，大恶魔！大恶魔打大恶魔，哎，大恶魔，来！还说还说啊！啊！我就知道我不用抽牌。你为什么不挡一下、啊？你不是平时不爱，你不是平时都爱挡啊？这是怎么不挡的？我有预感，下一秒会很惨。哇，我可以祈祷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第六感。啊，谢谢。不可以这样宠他，你这样子，我才是台主，样样。真的、啊？虽然我都说去泡妹子，但是他对我不敬哎、欸。你活该、哎！你活该！你活啊！还想悟啊？哎你还想悟啊？那个悟不是大问题，我怕你乱打，我让你得罪人，所以才没有把你悟掉。什么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大恶魔，你可以吗？大恶魔。我想一下，这挡不挡得住？你应该挡不过大恶魔的伤害吧？啊、不确定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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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完了、哦，妥妥的。哇，妥妥的。啊，再见。我脚，我帮你报仇。再见。他已经没有东西了，我相信。偷哥还揍你下去，没错，谁叫你偷打大恶魔？
欸，高高还活着耶，高高啊，不是吧？哦，原来他是要帮你补，然后打你哦。哦，人生要我洗啊！先给你糖，再赏。哎，先赏你一巴掌，再给你糖吃啊！哎，反正先给你糖。没有，他是先给糖，再赏一巴掌。对对对对对。你这样子没有比较好，你知道吗？而且他打的还比糖还痛哎！刚补你多少？没错，补五滴，十滴，忘记了。难受。完了，我要怎么抉择？我要打的人被送下去了。嗯，看看你们。打的人被送下去了是什么？啊！快乐啊！为什么我只是买东西？哎呀！我只是买东西呀、啊！哇！你不该买东西，完了，是水货啊！我买了什么？金枝花朵。你这样值得吗？谁叫你乱买？哎，有囤积症吧，总该囤一些东西当嫁妆啊！啊，以后娶老婆什么没有东西，很惨的。嫁妆。对吧？可是你的嫁妆被偷走了，没有被偷啦，直接被干掉了。你直接被倾家荡产了，直接被警察抓走哎、欸欸。那确实哎、欸，这个叫什么？你的钱还在，你那个叫被查封。对啊。你死得好惨呀、啊！哇，样样，你真的是新手吗？对啊，你看，会优先扣 MP 再扣 HP 啦。哦，对啊，没事啊，我每次 MP 都花光光了，然后扣的都是血。哎、欸，你干嘛？你怎么还帮他补血？高高你怎么了？高高你要打他？有没有一种可能高高按错？有没有可能高高累了想睡觉了？他想早点结束这游戏。对，他不行了。人家是我兔子。人家是我兔子。哦，对耶。那你接受吧。这已经在场外了吧？王打尤安安，太哇！升天电梯，你今天要开？现在哦，就开了。好啊，那你去开吧。好嘞。好嘞。等你要玩的时候再来找我。好啊，我再跟他们玩最后一场，再揪过去。OK， 那我先撤啦，拜拜。嗯，拜拜。有没有他讲话奶里奶气的？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少了大恶魔，少了还有个是谁？哦，那个样，那个高高，好，二十，契约跑了，你没恶魔了，你可以跟我们玩了。那什么？那什么开局？为什么高高在？不是高高啊？高高晚安，赶快睡，高高晚安晚安。嗯。不要！我靠，天国病哦！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以为是要放我这个。
我今天运势好像不是很好呢，你们怎么想？二十五夜中，我就衰呀、啊，我就衰呀、啊，我就是最衰的那个仔呀、啊。好了，繁星快不行了，繁星撑不住了。我大概会去躺一下啦，睡醒再看看怎样。啊，虾仁猪心啊！你们都起雾吧！都给我看不见吧！哦，样样我讲一下哦。起雾的话，起雾的话，它的效果是那个你看的画面全都是看不见的，所以不会有针对人的情况出现。感谢珍惜的100小起点，感谢感谢，上班辛苦了。有没有？那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啦，血量啊什么都看不到，别人干嘛也看不到。啊！我该爆吗？这个是不是你卖我的啊？这刚刚是不是你卖我的？我还要放你，我是不是太过分了？嗯，好啦，我放我自己啦。哦，不是，谁卖的？刚刚这谁卖我的啊？你在有天国草的玩家面前用天国币，你是开场两个哦？那我们和平。没有啦，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长命百岁，你活到99岁。希望你可以活到99岁。完了。啊，我们那天也是，我跟另外一位也是天国病在厮杀，厮杀到最后他先恶化，啊靠赛获胜。我应该先去拉个肚子吧。嗯，刚其实恐鬼的顺那个有一次是我不是一个人在鬼房吗？啊、好像有两次。我一个人在鬼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肚子有点痛，我想说，我干脆死掉去送好了。不要，不行，不可以耶。Oh no！太狠了，太狠了！回应我的愿望，我要关台后才去拉肚子啦！我要关台后才去拉肚子啊！哇，嘎 model 真心推荐啊！家里没有，哎、欸，我送出了，你有看到吗？哦呦哎，我看一下要给你什么身份？
那个买你东西被恶魔打，哎，危险！校友。哎，我要给哪个身份？天哪！对不起，这个虽然是我的 DC， 但是处理这显得不是我啊。哎，那个贝尔，你有看到有个光遇的那个吗？文字频道，哎，那边可以去打个招呼啊。那边都是光遇的大佬们，大佬们。走了，出家黄圣伟屁啊，还出剑。晚上好，要关台了，主播要去小睡一下了。等他们打完，你要相信是出剑，我相信啊，对你 ID 其实蛮陌生的。哇，还有希望！我就样样加油。这个游戏那个兔窝的他们都会时不时会开来玩，有时候 DC 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在玩，在干嘛？不过后面身份组应该重新弄呢，我在等我那个管理那个我的管理员教我怎么用，他一直应该是忘记这件事情了。每次看 DC 感觉都满了，不是啊？这游戏可以八个人玩啊？没几个啊？九个？没九个人玩？不会那么多人玩啊？满了也没差、啊。噔噔噔，你真的是新手吗？骗子！那你很有慧根哎、欸。好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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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好了，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来困，来去修修，来去拉肚子，来去喂我的卡比兽。
好了，这个就是刚刚那位利诺，哎，有揪成功吗？有吗？我怎么没看到？哎，我还在显示置顶的东西耶。哎，有了，有了，有了，好了。我都没有准时奖励，我还设闹钟起来睡觉耶。好了，大家晚安。是不是看到你们刚刚不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可恶！那是我最爱的桌布。好，大家晚安，拜拜。